话可以容纳三十几个的话，一个家长排啊、哦。那现在的话大概十来个哈、哦。那他们里面也最主要的话，里面也有发电机，也有的话那个海水淡化器，因为他们要生活嘛哈、哦。那这个岛可以说的话，在几个小岛中，其中的一个比较不那么辛苦了哈、哦，要爬很高的阶梯。所以这个跟海比较接近。我们等一下要去的第二个岛屿就不一样了哦。第二个岛屿它是要爬100公分。我们就要离开我们今天的小西门的距离哦，上一公分。这就是我们小西门的尾端。那小西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点。没有开玩笑，不会了，马上修好了，不要紧张啊。
昨天晚上干坏事了，所以才会屌你家。哎，这种哎，我看见他在向了，鬼好鬼好鬼，那到后面去啊。破轮，家两辈努力代志啊。破轮啊，可能。开始啊。哎呀，你想嗨啊啦，嗨到把人家船坐坏了。来来，到后面去。我们这一班没到啊，我们马上会坐船到船来。而这条船的话来的话是快的。我跟各位讲，我跟各位讲一下哈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换乘的时候，要起立哈。换乘啊。在海上换船，先听我讲话，先听我讲。哎，我机体的要不拉的，对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。来，已经过来的，因为海龙挖冰，很好的差距的，也蛮好。我从阿卡村挖厕所诶，让你们感受一下左边的感觉，来公平的。海龙挖冰诶，开玩笑。来，那各位，就是你呀。你们的东西八字不够重啊，才会把船坐坏了。我看到你家妈妈准了海，照顾要怎么做？你根本就是想超度。还有我要跟各位说一下，如果你要雨伞，我们这边有雨伞，这边可以用就是你可以带上。你老婆哪来的呗？我这样，没了。我弄龙眼，我弄龙眼，咱怎么议论邓宇那帮人商量？好啊，我老婆来管的，什么？什么塞代志拢拄着，人伊讲你加坐一分，赚一分。哦，等下拢会讨厌。袂啦，会拢有备而来。我们穿了满满的食物。等一下我们要过去的时候哈，请各位的话那个不要急哈，一个一个来哈，一个一个跳。对啊。有时候量一下就好了。哦，碰到，这也会碰到。不要记住了，他们这些都老鼠嘛，对。可是我说，等一下你们要注意安全，要看清楚再过去。等一下，他说可以，你再过来。哎，他在国语，你再过来。等一下。
线。小蚊子就是你啊，就是你。来度假是无人坐，所以咧。船头不要过人嘛，不要过人灯区了没？啊，进门进来那个红灯区，安平区啊。哈哈哈，红绿灯了。红绿灯，啊，那这边嘉宾都没有了。怎么放假坐了？大家在台湾，坐了几只？有啦，只马尾啊。那我帮你弄起来。哎，你无，我是忙坐了。浪有点大哈，为了各位的安全。然后的话，前面不要再坐人到前面去了哈，我们先去拿一下好不好？因为很快就到了哈。那前面的里面的位置还很多哦，你稍微往里面坐。好，马上都好了。来，各位坐好，我们不要站起来哈，不要站起来，麻烦一下配合一下好。以前早期啊，两岸的人啊，常常都在摸啦，摸来摸去的哈。每两天的话，他们来摸一次哈。所以说的话，摸来摸去都没事，对不对？现在不能乱摸哦，现在人家摸你就告你性骚扰哦。你现在摸，以前可以的哈。得意久了，我们要进来了，因为后面的船团又来了，所以我们这边解说完我。